10% 大减价低至3折，等我为大家精选一啲实用嘅厨具啊！圆形发廊铸铁锅好适合用嚟整炆炖嘅菜式啊！除咗圆形之外咧，椭圆形咧都好适合摆放一啲长形嘅食材噶。如果你中意炒小菜嘅话咧，深炒锅咧就啱晒你啦，因为佢入面咧有一个黑色嘅涂层咧，系可以承受较高嘅温度噶噃。如果你中意蒸鱼啊、蒸排骨嘅话咧，就可以用呢一款嘅浅底锅啦。发廊铸铁嘅厨具全热性均匀啊，不过留意翻咧，其实佢咧就比较重，所以喺煮嘢食嘅时候或者清洗嘅时候都比较吃力噶。